哎，问你一件事。每天准时来上课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敢跟你赌，就算我不拿全勤奖，我十年后还是活得好好的。嗯。你不相信？相信啊。相信还每天来？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，你看他们。全勤奖302林伟玲302郑仲廷302王凯维302陈佩宁304谢少轩。